9月28号下午，2019年女排世界杯第10轮，中国女排3-0战胜塞尔维亚，以10连胜佳绩提前一轮蝉联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。这是中国女排第5次世界杯夺冠，也是在3大赛上的第10次登顶。每一次身披国家队战袍，中国女排的目标都是升国旗、奏国歌，她们再一次做到了，祝贺！网友激动直呼：“中国女排太了不起了！在中国一直有一种精神，叫做女排精神，为你们骄傲。”蒙拉新闻，恭喜恭喜啦！报道。